想着你问我的问题。乔乔，天台特别危险，以后你不能一个人去，知不知道？我去给你找药，你先回病房好吗？请您现在冷静一下。我也见过很多和你想法一样的病人，你觉得自己是为自己的家人考虑，不想让他们为你担心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有一天你出了什么状况，你的家人会内疚一辈子。长长的光影穿过时间，轻轻拥抱你。我守在这里，在论文的结尾署上爱人的名字，就是我表达爱的方式。等你顾伟，再见。